美丽的比基尼僵尸，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。是什么秘密呀？这个秘密嘛，这个秘密就是我喜欢你很久了，你可以做我的女朋友吗？这个并不是什么秘密呀，所有的男性僵尸都喜欢我呀，你怎么证明你是真心的喜欢我呢？我一看到你就心跳加速，我不信你听听。好啊，那我就来听听你的心跳吧。你不仅没有心跳加速，你甚至都没有心跳，哼，骗子！哎呀，我忘了，我们僵尸是没有心跳的。心跳，喜欢记得关注手游酷玩哦。